是反常的举动吗？不知道。他现在有点意识，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听听你这些啊。这里面是在吸氧吗？对。他在打针到底是冷还是什么反应？麻药之后过后会有这种反应，完全醒过来之后他就会跟正常一样。醒了吧？醒了。醒了。我就是为了救他，我的自己的皮肤都那么过敏，都不顾了，还是要去赶快把他过来。对。你给乖宝宝。Vicky 的情况送检的是为了这种准确性，我们送了两个实验室，如果是良性的，咱给他做绝育手术啊，可能对他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。那如果是恶性的，也就最多能活半年到一年吧。期待后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结果。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快把它打开吧，这哪个地方打开？快快快，他一下就给剪开的，快！我们家狗狗它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，真的遇到了这种无法治疗的病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和我妈妈把它余生啊过开心点，我可能会想说带它出去玩一玩。它大雪啊那些河啊那些都看过了，爬山涉水这些都经常玩的，所以它没看过大海。我就想说自驾出去带他去看大海，尽全力的对他余生好一点吧，然后让他开心一点，那我们不会放弃的。聊聊世界第一帅，你也是世界第一帅。